这一局我当的是罪犯，我要想办法在不被警长发现的情况下假装成 NPC 完成所有的任务。那现在我的第一个任务是偷取弹药，来，要去哪里偷取弹药呢？哦，我看到任务目标了，任务目标上面会有一个标记啊，这边，先看一下我后面有没有警长啊。 OK， 没有，赶快偷取弹药，有了，完成任务了，好，赶快远离完成的任务吧。哇，警长来了，小心。然后这边有两个我的分身 NPC 啊，那接着我的下一个任务是从教堂偷取邮件，教堂的邮件 ，OK， 看到任务目标了，哎，小心警长啊，OK， 直接做吧，快点，好，完成任务了，那只要完成任务，上面的进度条就会前进一点，只要上面的进度条跑完的时候，罪犯就获胜了。来，接着下一个任务是检查通气板。好，通气板在哪呢？哦，看到通气板了。我旁边有警长，哇，两个警长。来，不要直接过去任务那边啦，感觉会被发现啦。小心。好，警长到前面去了，赶快解这个任务。快点。OK， 完成任务了，好，赶快远离任务目标吧。哇，警长，故意靠近警长啊，这样子反而比较不会起疑。警长死掉了，只要警长抓错人就会扣一命，然后警长只有三命。然后接着我的下一个目标是引流马槽，就是这个任务啊，来。OK， 完成任务了，好，赶快远离完成的任务吧，不然有可能会被发现啊。现在上面的进度条已经跑了一半了，还有一半，罪犯就要获胜了。接着下一个任务是从线轴上偷取铜，线轴在哪呢？好，看到任务目标了，在某一栋房子里的二楼。来，小心，后面哇，警长在后面，可是他只要一命啊，所以他要很谨慎。快点到任务目标那边啦、啊！好，这边跑上去吧。快点，偷取这个线轴上的铜！快点！好，完成任务了，赶快远离任务目标。好，接着下一个任务是什么呢？下一个任务是破坏火车铁轨上的液压线。好，看到任务目标了，警长在后面，直接跑过去吧，来吧。这应该是最后一个任务了，上面的进度条要跑完了，快！完成这个任务吧！哦，其他罪犯完成其他任务了，上面的进度条跑完了，罪犯们完成所有的任务了。好，接下来这一局我是警长，我要想办法在罪犯完成所有的任务之前抓到所有的罪犯。这下面有可疑的人吗？有吗？大家看起来都像 NPC 欸。等一下，我看到一个可疑的人啊，上面，来，这个人，这个穿黑色衣服的人，他很可疑啊，来吧，哇，他竟然是 NPC， 哇，杀错人了，我扣了一命，我现在只剩下两命。我来看一下，哦，有三个罪犯被抓到了，欸，现在只剩下三个罪犯，蓝色头发的和培根头，还有一个头上有书的女孩。来，我要专注于抓这三个啊，头上有书的女孩，你是吗？这个看起来是 NPC 啊。然后培根头，好像不是这个白色皮肤的培根头，欸，是黑色皮肤的培根头。来，这个吗？你是吗？他走路方式超怪的，欸。不管了，射他看看。哇，是 NPC， 原来 NPC 会那样走路啊！哇，我只剩一命啦，我现在要更谨慎一点啊！来，这个哦，只剩下头上有书的女孩。哎，等等，该不会是她吧？抓她看啊！啊，不是，哇！好，接下来这一局我是罪犯。
来，我的第一个任务是偷走204号房的钥匙。哦，队长在前面，哇，开枪了，开枪了！不过他抓错人啦、啊，他扣了一命。204号房的钥匙在这，在这，在这，在柜台这边啦、啊！来，赶快，赶快，赶快！好，完成任务了。来，赶快远离完成任务的目标啊！下一个任务是调试钢琴，调试钢琴，钢琴在哪？啊，看到了，在前面。警长，警长，小心警长啊！那个警长只剩下一命了，所以他要很谨慎啊！他再抓错了，他就要死掉了。来，赶快到钢琴那边。哎、欸，我的分身怎么在做钢琴那个任务啊？可是他没办法代替我完成任务啊。他只能假装做任务，来吧，他们两个掩护我，赶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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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K， 完成任务了。好，接下来我想要来害死只剩下一条命的警长，想办法让他射错啊，躲在 NPC 这边，射我啊，射啊，射啊，射啊，你不敢射啊，哇，快快快，多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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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好险他没有射到啊，哎，再躲再躲再躲。射我啊！哦，他又没有射到，欸、他的枪法还蛮烂的、欸，哎、欸，我怎么跑不动啊？哇，完了！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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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哇，好，这边有很多 NPC， 躲这，躲这，躲这，出来射我啊！射我，射我，射我，射我！欸、他很敢射、欸，哎，可是都没射到。哈哈，罪犯，罪犯完成所有的任务了，罪犯又赢了。好，接下来这一局我是警长，这一次我一定要抓到所有的坏人。这边有没有可疑的人呢？这个人，这个人感觉是 NPC 啊，他只是假装在做任务而已。来，再观察一下。好，他应该是 NPC 啊。来，再来看看，哎呦，这个人绝对是罪犯，绝对不是 NPC。有啦，抓到啦！他刚才的动作太奇怪啦。好，再继续抓下一个罪犯。来，这边有没有可疑的人呢？先来看一下罪犯还剩下谁啊？剩下一个培根头，然后一个白色头发的，一个紫色头发的，白色头发的这个人，他是罪犯吗？哦，这个人刚才是不是跑啦？他是罪犯，抓！有了，又抓到了。好，这边只剩下两个罪犯了，培根头跟白色头发的。培根头跟白色头发的，来，培根头，培根头。这个培根头应该是 NPC 啊。这个培根头，来开枪吓他。啊！不小心射到 NPC 了，扣了一条命。哇！来。继续抓吧，来，你是吗？你是罪犯吗？开枪射他，他应该是 NPC 啊。哦，看到了，有一个培根都跑起来了。NPC 不会跑啊，还想装啊？抓到了，来，只剩下白色头发的，白色头发的罪犯。你是吗？你是罪犯吗？开枪射他。啊，他应该不是啊！来，这边有四个白色头发的，这四个感觉都不是。你呢？这个应该也是 NPC 啊 ，NPC 才会这样走。来，开枪叫他。好，果然是 NPC。啊，白色头发的，白色头发的罪犯。这边有一个在解任务哎、欸，他是吗？叫他。没有跑哎、欸！啊，最后一个罪犯在哪、啊？都不跑的吗？都不会做一些很可疑的举动的哎、欸？这边呢？这边有吗？没有。哦，是你吗？啊，不是，是 NPC。啊，完了，我只剩下一条命了。来换 RB 补充一下生命值啊，20 RB 购买。哇，罪犯快要完成所有的任务了，不管先抓啊，这个不是，还有三条命，来吧，
是你吗？抓，不是，只剩两条命。白色头发的罪犯，这三个，你是吗？哎呦，真可疑！哟，抓到了，抓到所有的罪犯了。